学生有长进，好话好好收着吧啊！哎，沈先生，既然顶的是您的名，那您得再给我做一款。哎、好，李卫，来。哎，我说沈先生，您在您的赝品上提拔，好度量啊！您可看看这一幅，啊，这一幅啊，嗯。除了这落款和印章是真的，其余的都是假的吧？好好眼力，您再看看这一幅、哎。好了，我不看了啊。想必你这儿没什么值钱的玩意儿。您是要那值钱的？嗯，要值钱的，玩大件。哎，玩大件。哎，那大件我这儿倒是有啊，就怕您呢出不起价钱。哟，倘若我出不起价钱。恐怕这世上啊，再无人出得起价钱了。哎呀，行，哎，那这黄公望黄子久的《富春山山居图》，你可见过？《富春山居图》没见过，在你这儿如假包换，给您长长眼。哎呦，好，我长长眼。哎，我看看。哎。好画呀，嗯，但据我所知，这画的真迹应该在沈州沈济南的府上才是，特别的宝贝。啊，沈济南我可不知道啊。我这真迹，那你说说这画的出处啊？英雄不问出处，好画你也甭问来路。哎，您看东西还看不出来吗？哎，我不相信啊！您再能不能让我看一眼啊？您是哦，在下沈周。哎呦，济南先生，失敬。什么画啊？《富春山居图》。先生，这画的真迹应该在您的府上才是。哎，麻烦您给断一断。找到了，终于找到了，这正是我那都师的《富春山居图》啊！真迹，好眼力！你是从哪儿得来的？这画是我真金白银收回来的，现在知道是真迹了吧？来，喜欢的出个价。这画原本是我的，我拿给一友人提拔之时，被人给偷走了。说是他儿子偷的，已经转手多人，我没有报官，因为他是我的挚友，若真是他爱子所偷，官府追究起来，我于心不忍了。近日丢画伤情，我总想靠回忆把那《富春山居图》背临下来，但总是意到比不到。这画我要。您要了，开个价吧。行，黄金1000两。1000两？哎呀，这太贵了，真是。看来呀，此话乃真迹不假，只是来路不明啊。怎么就来路？这话原本在沈先生手里的，怎么到你手上了？哎，不会是脏话吧？哎，那他去报官呢？你就听我细。对，听他细说端详，倘若说不出原委，别怪本官拿你。您是巡抚南直隶都御史彭礼是也。如假报换呐、啊！哎呀，大人，您可千万别吓唬草民。这画确实曾在他沈启南手中，但早已是一尘夫人。哦，小侄前几日刚刚购得，有字据为证。哦，字据。大人，好，先生，来，我问你，此卖画之人现在何处啊？哎呦，这小子可就不知情了。再者说，这卖画之人也未必是那偷画之人。大胆！大人，此事就不劳烦大人您了。先生，民不举，官不究嘛。啊，来。这画儿，300两我收了，
多少？300两。沈先生，多谢您出五手相助啊，可是赔本生意小，不做啊。500两。哎呦，我就这么多了吧？800两收的话，500两我出1000两。民不举，官不究。您1000两说话。1000两。哎，请。那这。那行，大人，等一下，我也出1000两。行，沈先生，您要画画，那我出2000两。多少？黄金2000两。这哪有这么玩的？您这是吓唬人是不是？成交。先生，承让。冯大人，能不能让我再看一眼这画？先生，这画只看一眼。我沈周平生只是家居读书，吟诗作画，悠游林泉，从不把金钱权势放在眼里。但是没想到今天正背着钱难住。冯李大人分明是有意为难于我嘛。我要记住这画上的每一处细节，每一棵草，每一滴水，每一条深沟短涧，我要让《富春山居图》印刻在我的